梅西和 C 罗几乎垄断了10余年的金球奖归属，拿遍了俱乐部层面所有的荣誉，但大力神杯却成为了他们一直以来的遗憾。如果问梅西和 C 罗是否愿意拿自己的金球奖去换一座国家队的大力神杯，我相信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给出肯定答案。梅西与大力神杯擦肩而过的遗憾场景， C 罗在世界杯赛场上一次次坚毅的眼神，都把他们对大力神杯的渴望展现得淋漓尽致。如今阿根廷有惊无险地进军了卡塔尔世界杯，葡萄牙经过了附加赛的角逐，也从劲敌手中抢到了世界杯的入场券。即将到来的卡塔尔世界杯可谓是名副其实的诸神黄昏。35岁的梅西，37岁的 C 罗或许并不会在4年之后退役，但他们的竞技状态能否在这两支灿若繁星的国家队里继续占据一席之地，谁也无法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时光荏苒，岁月无情，这或许是他们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各位球迷，且看且珍惜吧。